不是，这难道就是单只 ID 吗？又是单只 ID 的团长，上一季200多K 的四排战神，不是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呢？如果你们不看完这视频，你们就不知道这个单只 ID 多喜欢吃虾头了。这把我刚开嗓，我的窃听风云耳机就传来奇怪的声音。天空一声巨响，瞬居爷闪亮登场。可曾听闻 M24 代言人瞬居爷？3、2、1，跪下，敲响人。我去。哎呀，你干嘛？我真的受够这种瞬居爷了！你大凡爷为什么玩把狙？完了，怎么又有人落我脸上了？啊！不要啊！你干嘛？哎呀，这下心情好了许多。哎，怎么又变个脚步呀？我心情刚好就搞这种东西。你很会溜吗？会溜有个屁用啊！玩海岛要会刚。不是你们不会觉得我拿不下空投基地吗？哎呀，怎么会呢？我只是想来野区透透风。你看前面这不就有人了吗？不是兄弟过分了，不是我拉你个人机，你又把我的人机打了是吧？真的有些人这新模式玩多了，真的海岛，哎呀妈，真吓人啊！我去，哎，不是你们不会觉得我怕了吧？哎，没有，怎么会怕呢？这么小的野区两个人分不过来，要学会谦让。不是不是给你点笑脸了啊？蹦蹦没皮肤少是吧？哎呀，哥们，我还是喜欢你刚刚扫我蹦蹦的样子，真帅。这里我刚上这个房顶，就有人过来顶到前面的厕所。然后这里我也不知道怎么了。感觉我打的都一蹶不振了，这里还在因为没有打到他难受的时候，有个车竟然想顶他厕所。如果他俩打起来，我在后面劝架，岂不是？哎，怎么走了呀？我真的服了呀！我一看这碧血就不是啥好人，不是别人不顶你，你跑人家去抽人家是吧？吓唬人！不是，等一下，这枪口怎么那么近啊？不是能打我的只有隔壁的房区了呀？不是我来这里这么久了，你脚步都不露一下？哎呀，你干嘛？我刚还在害怕在房顶上待太久被山顶上的人抽，没想到我刚下来，哎，山顶上的人就响枪了。哎呀我去，原来是葫芦兄弟啊，怪不得住山里面。我记得我刚刚旁边的房区还有一个人来着，但他一直没有露，我只能扛着毒出去了。本来这个圈我是想找个厕所待的，但是我看左边有个人跟他趴着就没忍得住。我的头可不是面团捏的。不是我这么打把海岛，怎么奇葩的人都让我遇到了啊？怎么个个都黑我家哥哥呀？不是哥们，头这么铁，咱就不玩狗杂了，咱就一头撞折他们得了。这里场上还剩7个人，我也在缺面的位置，打算把这车横着停一下。这左右两边各停一辆车，哎呀，安全感十足呀。这把的小鸡不就信手拈来吗？不是我本来不想打你们的，结果你们这枪响的，我喝饮料都呛到了。不要怪哥，哥也不想呀。完了完了完了，今天这个枪太满了。哎，不是。我突然想起来，在空投区杀我的不是你碧血吗？哎呀，这个圈离我还有3米，只能去前面的草垛蹲一下了。前面厕所看一下打得怎么样了，好像有人在舔包。哎呦，我的枪好满，都怪清醒，都怪清醒。这个圈好像也是要刷了，左边的厕所好像不在圈。哎，这小清醒一泄，哎呀，这个枪就对了嘛。现在场上最后一名敌人就在我前面，他开了个蹦蹦过来。完了完了，清醒卸了是好多，但是没有握把，确实有点抖呀。最后一个人好像也是在我前面了，我们直接开车过去撵他。哎呀，我去，在哪呢？这嘎嘣脆的声音真好听。